咁至於美冠咧，咁啊介紹64場啦，咁啊祖雲達斯對帕爾馬，咁啊呢場波比較即係叫大信心啲啦，始終都係叫強隊啦，咁啊亦都係揀翻祖雲達斯嘅讓球啦，咁啊讓兩球1.9倍嘅，咁點揀咧？咁我睇翻啦，其實上場嘅祖雲達斯咧，咁啊喺意大利杯啦，咁啊作客亞特蘭大輸0-3啦，咁其實即係計人腳嚟講係冇乜可能輸嘅，但係即係始終啲強隊咧。他要輸一場球呢其實真的沒得解釋的，還要輸得那麼肉酸，即是起碼在盤口來說呢，那你要看讓平半的，那當然是有些危機啦，是不是？那為什麼會這麼輸法呢？真的沒得解釋了，說真的。大家看回啦，但他之前的賽事呢其實真的踢得非常之精彩啦，那始終人腳方面即在意甲也好，或者在歐洲方面咧，都非常之強勁嘅人腳嚟噶啦。咁啊，對住帕爾馬呢啲咁嘅分子咧，基本上你睇翻佢個作客或者係主場成績裏面，其實都唔係太過顯著，或者係唔係太過功力強啊，或者防守強咁樣。咁對住祖雲達斯，其實祖雲達斯要贏你嘅話，其實3-4球都唔會難咯。咁何況今次佢啱啱輸場咁嘅波嘅話咧，咁啊可能真係會大炒呢次嘅帕爾馬嘅。咁相信。第三關的讓球兩球的話咧，真係會可以助和望贏啦。咁睇條3-4點樣買啊？咁啊，介紹翻條3-4啦，咁啊50元條嘅，200元買。咁啊，頭關第10場啦，范克福對多蒙特嘅，咁啊買多蒙特讓平手半球，1.87倍。咁啊，第二關咧16場嘅愛華頓讓平手半球，就買愛華頓1.95倍啦。咁美冠啊，祖雲達斯讓2球嘅，咁啊買祖雲達斯嘅1.9倍，咁啊成功過呢條3-4咧，可以收翻891元嘅，咁啊淨回報都係690元，咁啊希望星期六兩條飛都可以順利命中啦。